您是干什么的？我是说相声。哦，说相声。哎，啊，相声里也不容易啊。是啊，讲究的是说小逗唱。嚯，四个字呢。哎，说小逗唱。对，你看这四个字吧，啊，有容易的，有不容易的。是吗？说小逗比较还容易。哎，就是这个唱啊，最难。是吗？你俗语说的好啊，说什么？唱啊得好嗓子，那是啊。拉弓呢得好膀子，对呀、啊。走长道得有好脚掌子，你听听。做贼也得有把好脑子，哎。我说这哎，做贼干什么呀？我这是赶辙呢。嗯，说唱啊，你嗓子得好。是啊。头一样说。你要是嫂子不好，对了，你嫂子，我说、啊、你这什么词啊？不是口子边一方字，那个嗓子，嗓子，你嗓子得好，哎，你嗓子就不错，哎，也不怎么样，嗯，我听过您唱过，是啊，啊，您不是唱西河大鼓唱得很好吗？西河大鼓啊，啊，就是小两句，评戏你也不错呀、啊，哎，也唱不好，京剧你都行啊，是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我就爱好这个京剧啊，京戏您爱好？哎，京戏我爱好。哦，嗯，那么咱们二位合演一出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咱们借台排演啊，咱们在这儿，咱们来这一出，来一出。您唱哪工呢？嗨，我生旦净末丑，神仙老虎狗，刷痰桶，刷鸡帽子，滴溜有无，我全行。嚯，您的好啊，全来的。反正是最拿手的是这个净啊，净行。哎，花脸啊，就是花脸，花面。这花脸可是也分架子花、铜锤。是啊，是吧？嗯，哎，不得一样，不得一样。嗯，咱们唱还干您这样，您放心。嗯。纯粹是做科出身。是啊，嗯，哦，您是科家。哎，科家。您在哪科班？我是在，您知道前门肉市那有个洗衣。哦，洗连城啊。洗衣房啊。嗯，我在那烧过烙子。哦，洗衣房啊。洗衣房旁边那不是妇联城吗？哎，陈宇叫洗连城。哎，后人改为叫妇联城。不错，我是那科出来的。哦，那是科出来的。啊，那科的出来的。您这做入科。哎，科班出身。您第几科？我是头一科喜字的嘛，喜字的，哎，喜字哦，那个雷喜福啊，那咱们大师兄啊，康喜寿啊，二师弟啊，侯喜瑞啊，那我师哥陈喜兴、啊，这都是喜字的啊，喜字的您都师兄弟，哎，都师兄弟，您怎么称啊？我叫洗澡哦，啊，嗯，洗澡，哎哎，咱们差不多，您也叫洗澡，我叫修脚，嗯，咱俩有一块五毛钱够了，这哪儿的事呢、啊？有叫洗澡的，咱俩不讲卫生啊，我叫洗好，洗好，哎，您常听说郭洗好，郭洗好呢，呵，那就是我，哦，洗好，哎，花脸好啊，嗯，是，不敢说有两口，反正是够味儿、嗯，够味儿，哎，唱出来您听够味儿，可以可以，这。我也是唱花脸，你也花脸，对，嘿，那咱们可以研究研究。咱们您说唱哪出？唱一出两个花脸的戏，俩花脸戏，闹江州，闹江州，真假李逵啊，真假李逵，那不成，那得有武功啊，开打、啊。对了，那个有点武功，有点武功，双包案，双包案，真假老包，那有什么意思？没意思。白莲关，哎，白莲关，不就这个？嗯，好好。国母十八街啊，好，谁领导心呢？一要冒家日来，他也我也的马。哎，就这出，就会这两句，就会这两句啊！啊，还都唱出来了，好嘛。那么这个，哎，还有一出戏，要您要能唱，咱们就唱。什么戏、啊？要不能唱，咱们就算吹了。这是什么戏啊？红梁洞。哎，这好戏，怎么样？红梁洞。哎，两个花脸。哎，对了，红跟黑，哎，一红一黑啊。怎么个内容啊？内容啊，啊，内容不就是这个？杨老梁啊，做了个梦，嗯，梦见这个老龄工的尸骨啊，在这个北国红梁洞了，嗯，拍着梦梁啊去盗骨，嗯，就在那后头跟进去了，是啊，啊，就这样啊，啊，后来这个梦梁跟刁钻两人死在北国了，这
都死了啊，让那陈轩，陈轩带回尸骨啊。对了，杨六郎吐血而亡。哎，六郎也死了，杀死鬼。哎，这出戏要叫三义归天嘛？那咱们得唱啊，唱得唱，唱你丈母娘的尾巴。那倒是，唱你丈母娘的尾巴。你说都没有，那是你这像话吗？那他杀死鬼，这多不吉利呀、啊！那黄梦就这么个内容。不然不然，这说您这还不您还不如我。哦，这洪阳洞有新词的，洪阳洞有新词的。哎，有新词的。那我这个是您这老词啊。您这新词的怎么意思？我们这新词的，嗯，孟良交代先说这穿上打扮啊，西服革履大皮鞋，您也知道吗？推着分您分头您什么、啊、这简直这都胡来。怎么会好大老爷，这个孟良交代那么宋朝的。是啊，宋朝那会儿有西服整旧翻新呢啊，就跟那翻改大衣似的啊。我们这是旧本啊，翻新唱，知道吗？改良，把它改编了。是啊，哎，哦，你那个孟良把交代洪阳洞那一斧子给砍了。对啊，孟良自刎。哎，我们这不然，嗯，我们这不是明场跟暗场，孟良跟交代两个人商量好了，一块儿去，一块儿到。哎，根本两人就一块儿去，啊、嗯。到北国那盗完了尸骨以后，这回头不单穿着西服皮鞋呀，嗯，盗完骨以后这还热闹呢，啊、嗯，后边这是头本，后边还有呢、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跳舞呢，跳舞，哎，庆功嘛，啊、嗯，完了说庆功跳舞，还唱歌，舞得着，跳得着，为人贵多少斤呐，哎嘞，为哩为哩啦，大个的谁？肥鲁鸡，肥鲁鸡也来了。我说你这都什么呀？后边吃肥鲁鸡，知道吗？好嘛，哎，还参加还有酒会，还有酒会啊！这跳舞还唱歌，好极了。不单这个，这个本啊，我看你经常做堂会，好嘛？嗯，你要学会我这新本黄豆，现在我看你我正发愁呢。你发愁什么？如果要有人会唱这新本的洪阳洞啊，现在您知道吗、嗯、有一位姓几呀、啊、几呀、啊、墙缝胡同有个几的老爷，墙缝胡同那几的老爷啊、嗯、爱听这新本的洪阳洞。如果有人会唱，吃完了啊，西餐广请你吃西餐就能吃三天，我临完了还给你啊现大洋2000块啊，如外还给你娶个媳妇儿。如果会唱这个，请你吃西餐，给你2000块钱现的羊，还给你娶个媳妇儿。你觉得是、啊、没事不没事？这是倒没事。嘿嘿，可这么，嗯，就是我不会啊。你不会啊？嗯，你要打算坐堂会发财、娶媳妇儿、吃西餐没关系，我会新本洪阳洞，我教给你。您教我啊？我还绝对不留一手。是啊，哎，全盘托出。嗯，我教给你，好学不好学？这戏是我编的嘛？啊，也没什么。是啊，啊，就是可得穿西服啊。得穿西服啊！穿西服为什么？嗯、因为他后边有跳舞，有外国话。对啊，孟良跟焦赞还得说外国话，还得说外国话。那当然是，这外国话我就学不了。我教给你啊。好嘞，哪句不明白你问我啊？成嘞。可是这么着，咱们先排练排练，嗯、排练排练。你要排练熟了。明天咱们就到墙头红那找几个老爷子。好嘞，啊，到那儿咱们就开西餐了。成成成啊，成成成。打家伙吧。您谁呀、啊？我来那个，这里头可就是一样。嗯，孟良啊，累点，交代轻省点。那您来那孟良啊？我来孟良，我来这交代。你来那哼，怎么样？行，嗯，哪句不明白我教给你。好嘞，啊，嗯，我上场您给打家伙。什么家伙？就家伙点，咱们先按那个老式的家伙点。啊，不是钢琴呢？哎，不是不是，嗯，学好了以后，后边跳舞的时候就改钢琴。哎，好嘞。在头上一出场，还是用那个锣鼓点啊，是是是，快长锤，快长成成成成，咔哩哩哩，咔哩哩，就这家伙。长哩哩，干。扛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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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什么词？应该是这词啊！啊，我不要做洪阳洞，
上了一张快板，嗯，千里迢迢路不同，醉问元帅得意梦，问梦见他父老袁荣，千分大王故乃是家，他灭我儿子的下分印，真切故现在那佛和胡杨东着往青台上第三层，好几岁看了夜的马红的棕，看这得得看这得看，哎，这才是这词儿了，就、啊、这是，嗯，您这是老词儿的，嗯、啊、这还是三义冰天呢、啊、我们这三义升官呢，这啊，这您这您这里头有吃西餐吗？这没有。有跳舞吗？没有。有外国话吗？没有。还是的，是依着你是依着我呀，这得依着您，还是我这新词儿，您那老词儿那不行。您这是机关秘密要谨慎，怎么讲、啊？就是啊，这个孟良跟焦赞两个人是机关上的人不是？啊，机关人啊，嗯，到北国到国偷出去，明着追上暗去，偷出去的还是偷出去，这就是秘密。啊，秘密，谨慎包藏，不让外人知道。机关秘密要谨慎，哦、有道理呀、啊。对。那我唱什么？你唱啊？嗯，你不会、啊？多细腻呢？会我能跟你学吗？对，你唱《侦探北国走一程》，侦探北国走一程。嗯，哦、咱们上这儿当侦探去。当侦探？我、哎、那会儿就有侦探，老侦探，你甭较真儿，这好吗？你这玩意儿后边还有跳舞呢。行行行，扛起来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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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来，切切扛。一个秘密也要紧的身，侦探不过走一程。啊，那是这样，就到那。哎，我说来了，我是火箭。哎，我你这干嘛呢？什么？你嘴里怎么直打嘟噜啊？啊，这里边有跳舞，有外国话呀、啊，这是勾外国话呢。跟外挂，你叫什么？我说来了，我的伙计。您这怎么叫我伙计？哎，你应该叫我焦新立。那不成，你叫我孟二哥。嗯，这回过路人一看，哦，这是孟良焦赞前来盗国，哦，这是偷着来的，赶紧拿过机关枪来，嘟嘟嘟嘟嘟，咱俩玩完了。怎么那会儿就有机关枪啊？老枪，好嘛，嗯。那个，你叫你伙计，跟你开个玩笑似的，就糊弄过去了。嗯，知道吗？那我说什么？你得这么说呀、啊。嗯，你说我早就乱一撩了。我说我早就来了。哎，早这等我，这好吗？哎，行。哎，我可来了，我的伙计。我这怎么是山东味的？他是勾外国话。你好吗？我听这味儿都别扭。哎，我可来了，我的伙计。哎，早就乱一撩了。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哎，我这不知道啊。喂，师傅。我说你这像话吗？这玩意儿没法唱啊！你怎么这么笨呢？我笨呢？你问的这话都没有道理。怎么没道理？咱们哥俩是板兄弟吧？是板兄弟啊！还是的，板兄弟当初他不磕头是不有蓝谱吗？是啊，那蓝谱不是孟良什么那葫芦有火就给烧了吗？烧，放火烧了吗？这，那我谁的儿子？我随便找一个不行吗？我随便找一个，那像话吗？你啊，嗯，你这么说，嗯，你给他来个大老爷啊，糊涂事儿，糊涂说，怎么说？你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，这玩意儿不新鲜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哎，好嘞，这么一凑合就过去。是啊，哎，好嘞。哎，我说来了，我说去，哎，早就乱一聊了。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你可肯愿意？哎，我愿意。嗯。您这话可多别扭啊！我是我爸爸儿子，我有不愿意的。你没有反感吗？能没反感？你愿意不能说愿意。那我说什么？你说我倒认可，认可。嗯，我是我爸爸儿子，我今儿才认可。哎，那些日子你心里老不痛快？这没有。嗯，这么一开玩笑好就过去，到那到完舞咱们就跳舞了。就是开玩笑。哎，好嘞。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，可算冤的一人，毛都认得可呀！啊，你过你我两天，你认可不认可呀？哎，我不认可。喂，我你是像话吗？别唱了，我这不像话。我问问你，受累是谁受累？就是你受累啊！跳舞瞧谁的？瞧你的。外国话谁说？你说呀、啊。西餐谁吃啊？西餐呢，我得吃点。还是的，嗯。
那2000块钱现在想给谁呀、啊？咱俩分吧。还是啊，你都归你，我不要，我净听那受累的，我就为吃西餐来个媳妇就得了。那钱归你啊，受累是我的，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干嘛不愿意啊？这俩人一开玩笑，一糊弄人家眼目，咱不就过去了吗？你听没？我这一问你啊，嗯，把你过去我两天你认苦不认得苦？那我说什么？你这边表情非常重要，怎么样？哎，打心里这么喜滋滋，嗯，好像啊，打前6年就要给我当儿子，嗯，我老没吐这口话，哦，说今儿我可给你台阶了，嗯，啊，你美得不得了，是我干嘛那么贱骨头啊？你可得2000块钱现代羊啊，嗯，吃西餐跳舞受累，瞧我的，是啊，你得这么说，怎么说？我脑认可的话，脑哈哈哈哈！回头啊，看出去去一下场，第二本跟着我就跳舞，是啊，哎，一共4本呢，好嘞，啊，成，投了怎么样？投行。这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从这儿来。四，扛起来，你扛起来，你扛起来，你扛，你扛，你扛。六万兵力要奋进的勇，难不过自己人。哦，不会一样，有的是。哎，我说来了，我是火箭。哎，我就听这边别扭，我早就来溜了。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活得远呢，毛都认得苦呀。把你过去，我两天你认。苦不认得苦，这就是快着，你这回都凉了。我认苦的很呐、啊，好火大了！大家伙，看你这，你看你这，哎，我这哪去？哪去？哪去？休息了，休息。好，你这脑筋还真不笨，行，一下你就记住了。行，再有这事儿，明儿我还叫你。行了，完了，好好好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哎呀，休息了，高兴呢。就是我才明白，把这些刁蛋呢，大傻小子，过去他两天给当儿子，我还认可得很。2000块钱吃西餐跳舞，哪有这事儿？这小子诚心拿我开心。这回啊，我跟他换过来，我来回孟良，让他来个刁蛋，让他也过去我两天。哎，这戏可好啊，好不好？热闹了，热闹了。哎，咱再来回来。不不，就演到这儿，再演一回。不。我今天我编的就是头本，哎啊，就我就是头本，哎，就头本。二本您还没编，二本还没编得，咱们还是就唱这头本，这唱头本那容易。走，等那儿等那儿啊！这回咱们唱是唱啊，啊，咱们换换角，什么？这回换一换，换什么？我来回孟良啊，你来回交代。哎，不是，怎么？胡闹胡闹，怎么了？不能换，怎么不能换？告诉你不能换，你不能不能换。他交代那词儿我不会。哎呦，这交代那词儿，他你不会、啊，哎，你怎么交给我来了？哎，这可说呢，可说呢，没那换换了，哎，换不成，你受不了那累啊。这行了，你这身子骨跳舞，你哪跳得动？咱们到跳舞那，咱们再换过来，不，非得唱啊？哎，非得唱，不换不行。哎，不换不行。那这样说说你两天，你过去摆脸吧。好好好，也没有当时就换了，也当时就换。来来来来，换。对，看那那看那那那看一天来看，机关秘密要紧的事，咱难不过走一趟。哦，孟良。哎，这哎，我是孟良啊。对，你孟良。哎，你完全抢什么？好好，您来，从这儿来，从这儿来。走走，看来来看一天来看，机关秘密要紧的事，谈谈不不走一程。哦，孟良，要不咱来了我的伙计，我早就来了了。我来问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你爷爷的儿子。你说到远了，这你没得不愿意呀、啊。